电影出品人向华强呢日举行70岁生日 party， 王晶、洪金宝、曾志伟、任达华、琪琪、丁子高、杨千嬅、关之琳等人都盛装出席。向山表示，生日愿望系到90岁都行得玩得。向佐就话准备咗梵文歌同埋黑泽明嘅画作俾爹哋。至于问到会唔会开拍《龙五传》，向山就好似好排斥。冇啦，唔好再搞呢啲，即系再搞龙。系啦，就系搞第二个啦嘛。弟仔接你班得唔得啊？可唔可以弟仔接你班演呢个角色啊？弟仔再拍第二个，有佢做一个传奇啊！系啊，弟仔再拍第二个，慢慢搵咯。我哋仲想睇啊！系啊，睇个班睇。咁郑秀文同张家辉又想向山开拍啲咩片呢？救生我，救生传啊！龙五传啊！咩龙？龙五啊！陈小春同应采儿呢日带埋仔仔 Jasper 一齐嚟，听讲你哋又做人成功，下次咪可以一家四口嚟咯。再倾啊呢啲啊！是不是你讲得住啊？开心事。再倾啦，曾志伟话：觉得呢日仲热闹过台庆啊，系咪准备好不醉无归啦？我已经话俾司机听，交低晒啲电话噶啦。我话多数都抬出嚟，最俾呢条今晚张轮子靓啲就得噶啦。OK， 唔该晒，多谢。